我不吃辣不行吗？ 这边家孩子又吃火锅呢，这得多少钱能烤你这么多啊？没多少钱，这八合的海底捞自助火锅是我在拼多多花几块钱抢的。现在点击左下方，大家都有机会抢到。有这个麻辣嫩牛肉的，脆爽牛肚，番茄牛腩，番茄小酥肉。看这大块的牛肉，嗯，海底捞啊，料是真敢放啊，这牛肚非常有弹性。 麻麻辣辣的，吃起来特别过瘾。嗯，这番茄汤底非常鲜，这牛肉非常软烂，吃起来口感特别好。这酥肉可好吃了，吃起来一点都不腻。嗯，这俩番茄汤底一个味儿的。平时不爱去实体的，可以整几盒在家当夜宵吃，辣的不辣的都有，做起来呢也非常方便。火锅味道巨好吃，赶紧快去抢吧！